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我是 Eileen。 中国有句老话叫万事开头难，学习语言呢也是一样的，比如如何开始说一句话。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100个常用的句子开头，比如我想、我希望、我觉得等等。那当你们运用这些句子开头时，你们可以将主语改成其他的代词，比如我们希望、我的朋友希望等等。这节课呢，我们会先从一些基本的句子开头开始，基础好的同学可以把它当成复习材料。在视频的后半部分的内容呢，会更具挑战性，所以我相信也会对你们很有用的。那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吧。第一个，这是，这是 This is。这是我的书，这是我的书，这是我的朋友，这是我的朋友。第二个，这些是，这些是 These are。 这些是我的同事，这些是我的同事，这些是我的衣服，这些是我的衣服。第三个，我想，我想 plus a verb I want to do something。 我想上厕所，我想上厕所，我想睡觉，我想睡觉。第四个，我想要，我想要 plus a noun or a verb I want something or I want to do something。我想要一杯水，我想要一杯水，我想要买个新手机，我想要买个新手机。第五个，我要，我要 plus a noun, a verb I want something or I want to do something。 我要一碗米饭，我要一碗米饭，我要辞职，我要辞职。第六个，我需要，我需要 I need。 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
你的帮助。我需要先洗个澡。我需要先洗个澡。第七个，我必须。我必须。I must。我必须早点睡觉。我必须早点睡觉。我必须每天都学习。我必须每天都学习。第八个，我得。我得。I need to, or I have to. 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马上给他打个电话。我得马上给他打个电话。第九个，我觉得，我觉得 ，I feel or I think， 我觉得他很诚实，我觉得他很诚实，我觉得有点头晕，我觉得有点头晕。第十个，我认为，我认为 ，I believe or I think， 我认为他是个可靠的人。我认为他是个可靠的人。我认为这个价格很合理。我认为这个价格很合理。第十一个，我个人，我个人 ，I personally， 我个人不喜欢养宠物，我个人不喜欢养宠物。我个人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我个人觉得这是个好主意。第十二个，我相信。我相信。I believe that。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我相信他不是故意的。我相信他不是故意的。第十三个，我以为，我以为 ，I thought that， 我以为今天是周六，我以为今天是周六。
我以为你在开玩笑。我以为你在开玩笑。第十四个，我在，我在 plus a verb, I am doing something. 我在洗澡，我在洗澡。我在吃饭，我在吃饭。第十五个，我正在，我正在。I am currently doing something. 我正在看电视。我正在看电视。我正在休息。我正在休息。第十六个，我现在在，我现在在 plus a place word, I'm now at somewhere. 我现在在家，我现在在家。我现在在学校。我现在在学校。第十七个，你应该，你应该 ，you should， 你应该多运动。你应该多运动。你应该多吃点蔬菜。你应该多吃点蔬菜。第十八个，我会，我会。A, I can. 我会说中文。我会说中文。我会弹吉他。我会弹吉他。我会。B, I will. 我会来的。我会来的。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我会给你打电话的。第十九个。我希望，我希望 ，I hope。我希望你快点好起来。我希望你快点好起来。我希望明天。不要下雨。我希望明天不要下雨。第二十个，我猜，我猜 ，I guess。我猜他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我猜他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我猜你误会我了。我猜你误会我了。第21个，我很期待。我很期待。I am looking forward to you. 我很期待与你见面。我很期待与你见面。我很期待你的回复。我很期待你的回复。第22个，我听说，我听说。 I heard that. 我听说你结婚了。我听说你结婚了。我听说他回来了。我听说他回来了。第23个，你听说过吗？你听说过吗？ Have you heard? 你听说过这个人吗？你听说过这个人吗？你听说过这个故事吗？你听说过这个故事吗？第24个，我可以，我可以。 I can. 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我可以教你中文。我可以教你中文。第25个，我可以吗？我可以吗？ Can I? 我可以试一下这件衣服吗？我可以试一下这件衣服吗？我可以进来吗？我可以进来吗？第26个，你介意吗？你介意吗？ Do you mind? 你介意我抽烟吗？你介意我抽烟吗？你介意我用一下你的电脑吗？你介意我用一下你的电脑吗？第27个，我很好奇，我很好奇。 I'm very curious. 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不喜欢吃肉。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不喜欢
吃肉。我很好奇你现在几岁了？我很好奇你现在几岁了？第二十八个，我记得，我记得 ，I remember。我记得他是美国人。我记得他是美国人。我记得我看过这部电影。我记得我看过这部电影。第二十九个，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吗？Do you still remember? 你还记得我吗？你还记得我吗？你还记得这个字吗？你还记得这个字吗？第三十个，我去过 ，I have been to， 我没去过 ，I have not been to， 我去过美国，我去过美国，我没去过上海，我没去过上海。第三十一个，你去过吗？你去过吗？ Have you been to? 你去过香港吗？你去过香港吗？你去过这家餐厅吗？你去过这家餐厅吗？第三十二个，你有吗？ Or 你们有吗？ Do you have?你有小孩吗？你有小孩吗？你们有叉子吗？你们有叉子吗？第三十三个，我有，我有 ，I have。我有一个弟弟。我有一个弟弟。我有一辆自行车。我有一辆自行车。第三十四个，我发现，我发现 ，I noticed or I found。我发现你很喜欢吃甜食。我发现你很喜欢吃甜食。我发现他很搞笑。我发现他很搞笑。第三十五个，我经常，
我经常 I often 我经常在公园里看见他我经常在公园里看见他我经常跟他吵架我经常跟他吵架第三十六个我通常 or 我一般 I usually 我通常七点起床我通常七点起床我一般不吃早餐我一般不吃早餐第三十七个我打算我打算 I plan to or I intend to 我打算明天搬家我打算明天搬家我打算下个月回国我打算下个月回国第三十八个我刚刚我刚刚I just did something. 我刚刚给他打了电话。我刚刚给他打了电话。我刚刚吃完晚饭。我刚刚吃完晚饭第三十九个我喜欢我喜欢 I like 我喜欢这种电影我喜欢这种电影我喜欢跟你聊天我喜欢跟你聊天第四十个我已经我已经 I already 我已经洗过澡了我已经洗过澡了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已经跟你说过了第四十一个我比较喜欢我比较喜欢I prefer 我比较喜欢吃西餐我比较喜欢吃西餐我比较喜欢喝咖啡我比较喜欢喝咖啡第四十二个我最喜欢我最喜欢 I like the most
我最喜欢夏天。我最喜欢夏天。我最喜欢吃面条。我最喜欢吃面条。第四十三个，我担心。我担心。I worry。我担心我会迟到。我担心我会迟到。我担心你的健康。我担心你的健康。第四十四个，你最好。你最好。You better。你最好少吃甜食。你最好少吃甜食。你最好现在去医院。你最好现在去医院。第四十五个，我知道。我知道。I know that。 我知道他不喜欢我。我知道他不喜欢我。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知道你要说什么。第四十六个，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Do you know? 你知道我的手机在哪儿吗？你知道我的手机在哪儿吗？你知道他住几楼吗？你知道他住几楼吗？第四十七个，你知道吗？你知道吗？Hey, you know? Or guess what? 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梦到你了。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梦到你了。你知道吗？我升职了。你知道吗？我升职了。第四十八个，你认识吗？你认识吗？ Do you know or do you recognize? 你认识他吗？你认识他吗？你认识这个字吗？你认识这个字吗？第四十九个，我不认识。我不认识。I don't recognize or I don't know. 我不认识这个字。我不认识这个字。我不认识那个人。我
不认识那个人。第五十个，你为什么？你为什么？ Why do you or why did you or why are you? 你为什么生我的气？你为什么生我的气？你为什么不想跟他说话？你为什么不想跟他说话？第五十一个，我想知道，我想知道。 I want to know. 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来中国。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来中国。第五十二个，我不习惯，我不习惯。 I'm not used to。我不习惯吃中餐。我不习惯吃中餐。我不习惯那么早起床。我不习惯那么早起床。第五十三个，我决定，我决定。 I decided. 我决定去北京工作。我决定去北京工作。我决定再也不跟他说话了。我决定再也不跟他说话了。第五十四个，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 I'd like to ask。我想问一下洗手间在哪儿？我想问一下洗手间在哪儿？我想问一下地铁站怎么走？我想问一下地铁站怎么走？第五十五个，我建议，我建议。 I suggest。 我建议你再试一次。我建议你再试一次。我建议你去问他。我建议你去问他。第五十六个，我最近在，我最近在。 Recently, I've been doing something. 我最近在学中文。我最近在学中文。我最近在忙着工作。我最近在忙着
工作。第五十七个，我在考虑。我在考虑。I'm thinking about, or I'm considering. 我在考虑买一台新电脑。我在考虑买一台新电脑。我在考虑要不要帮他。我在考虑要不要帮他。第五十八个，我在想。我在想。I'm thinking. 我在想今天晚上吃什么。我在想今天晚上吃什么。我在想昨天发生的事。我在想昨天发生的事。第五十九个，我已经很久没有。我已经很久没有。I have not done something for a long time.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第六十个，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If you don't mind。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晚点再打给你。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晚点再打给你。第六十一个，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可以的话 ，If it's okay，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下周再交作业。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下周再交作业。如果可以的话，我周一再回复你。如果可以的话，我周一再回复你。第六十二个，难道你不觉得吗？难道你不觉得吗？ Don't you think that? 难道你不觉得这很明显吗？难道你不觉得这很明显吗？难道你不觉得他很粗鲁吗？难道你不觉得他很粗鲁吗？
第六十三个，你一定吧，你一定吧。You must be. 你一定很生气吧？你一定很生气吧？你一定很累吧？你一定很累吧？第六十四个，谁会？谁会 ？Who can？ 谁会说英语？谁会说英语？谁会唱这首歌？谁会唱这首歌？第六十五个，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I can't stand， 我受不了这种天气，我受不了这种天气，我受不了他的脾气，我受不了他的脾气。第六十六个，你能告诉我吗？你能告诉我吗 ？Can you tell me？ 你能告诉我理发店在哪吗？你能告诉我理发店在哪儿吗？你能告诉我怎么填这张表格吗？你能告诉我怎么填这张表格吗？第六十七个，不要，不要 ，don't， 不要骗我，不要骗我，不要告诉任何人，不要告诉任何人。第六十八个，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 ？How did you know？ 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他？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他？你怎么知道我辞职了？你怎么知道我辞职了？第六十九个，看来，看来 ，It seems that， 看来要下雨了，看来要下雨了，看来你真的很喜欢他。看来你真的很喜欢他。第七十个，对了，对了 ，By the way， 对了，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对了，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对了，你周末有什么计划吗？对了，你周末有什么计划吗？第七十一个，我每天都会，
我每天都会。Every day I will. 我每天都会运动一小时。我每天都会运动一小时。我每天都会吃两个鸡蛋。我每天都会吃两个鸡蛋。第七十二个，这让我想起了。这让我想起了。This reminded me of. 这让我想起了一首歌。这让我想起了一首歌。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初恋。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初恋。第七十三个，我后悔。我后悔。I regret that. 我后悔没有早点告诉他。我后悔没有早点告诉他。我后悔昨天没有去海滩。我后悔昨天没有去海滩。第七十四个，我怕。我怕。 I'm afraid or I fear. 我怕狗。我怕狗。我怕我会迟到。我怕我会迟到。第七十五个，麻烦。麻烦。Please, or may I trouble you? 麻烦给我一支笔。麻烦给我一支笔。麻烦安静一点。麻烦安静一点。第七十六个，我还没想好。我还没想好。I haven't yet decided. I haven't made up my mind. 我还没想好怎么办。我还没想好怎么办。我还没想好吃什么。我还没想好吃什么。第七十七个，其实。其实。 Actually or in fact。其实我是在开玩笑的。其实我是在开玩笑的。其实我不是老师。其实我不是老师。第七十八个，你是说。你是说。 Are you saying? 你是说他不会来了。你是说他不会来了。你是说
这是假的。你是说这是假的。第七十九个，你说 Tell me, do you think? 你说他为什么离开我？你说他为什么离开我？你说他会来吗？你说他会来吗？第八十个，所以你的意思是，So you are saying, or so your meaning is? 所以你的意思是他这个人不可信。所以你的意思是他这个人不可信。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不应该辞职。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不应该辞职。第八十一个，很明显，很明显 ，obviously， 很明显，他在骗你。很明显，他在骗你。很明显，那是不可能的。很明显，那是不可能的。第八十二个，刚开始，刚开始 ，at first or at beginning。刚开始，我是相信他的，但是后来发现我错了。刚开始我是相信他的，但是后来发现我错了。刚开始我以为很容易，但是后来发现很难。刚开始我以为很容易，但是后来发现很难。第八十三个，我们 plus a verb 吧，我们吧 ，let's do something。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吧。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吧。第八十四个，如果 if，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就给我打电话。如果你觉得不舒服就给我打电话。如果明天下雨，我就在家看电视。如果明天下雨，我就在家看电视。第八十五个，要不吧，要不吧 ，How about？ 要不我们出去吃吧？要不我们
出去吃吧。要不我们去咖啡厅吧。要不我们去咖啡厅吧。第八十六个，最近，最近 ，recently。最近我觉得身体很不舒服。最近我觉得身体很不舒服。最近我很忙。最近我很忙。第八十七个，前几天，前几天 ，a few days ago。前几天我看了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前几天我看了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前几天我生病了。前几天我生病了。第八十八个，从现在起，从现在起 ，from now on。从现在起，我要戒烟。从现在起，我要戒烟。从现在起，我再也不吃零食了。从现在起，我再也不吃零食了。第八十九个，在我看来，在我看来 ，in my opinion， 在我看来，他是对的。在我看来，他是对的。在我看来，他一点都不在乎你。在我看来，他一点都不在乎你。第九十个，我做过，我做过 ，I worked as， 我做过老师，我做过老师。我做过销售，我做过销售。第九十一个，你怎么这么？你怎么这么 ？Why are you so？ 你怎么这么笨？你怎么这么笨？你怎么这么可爱？你怎么这么可爱？第九十二个，老实说，老实说 ，frankly or honestly speaking。老实说，他不是我的菜。老实说，他不是我的菜。老实说，我对你很失望。老实说，我对你很失望。第九十三个，一般
来说，一般来说 ，generally speaking。一般来说，我晚上不出门。一般来说，我晚上不出门。一般来说，这里的夏天都很热。一般来说，这里的夏天都很热。第九十四个，据我所知，据我所知 ，as far as I know， 据我所知，他是个老师。据我所知，他是个老师。据我所知，这附近没有医院。据我所知，这附近没有医院。第九十五个，请问，请问 ，Please, may I ask？ 请问你是哪里人？请问你是哪里人？请问洗手间在哪儿？请问洗手间在哪儿？第九十六个，我曾经，我曾经 ，I once， 我曾经住在北京。我曾经住在北京。我曾经在工厂工作。我曾经在工厂工作。第九十七个，我突然意识到，我突然意识到 ，Suddenly I realized that。我突然意识到今天是周五。我突然意识到今天是周五。我突然意识到我错了。我突然意识到我错了。第九十八个，万一，万一 ，What if？ 万一他忘记了呢？万一他忘记了呢？万一堵车呢？万一堵车呢？第九十九个，我爱上了，我爱上了 ，I fell in love with， or I developed a liking for。我爱上了他。我爱上了他。我爱上了中文。我爱上了中文。第一百个，他是一个的人。A. He is a person. Talking about personality.他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他是一个没有
耐心的人。他是一个乐观的人。他是一个乐观的人。他是一个的人。B. He is a person who, describing what someone is like. 他是一个爱笑的人。他是一个爱笑的人。他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他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好，课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这个视频的 PDF 文件可在 mandarincorner.org 上免费下载。在我们的网站上啊，还有这个视频的音频版本来供你们学习。音频文件啊，不仅播放速度快，而且还能更好的让你们专注于学习。同时我们提供了两个版本的文本，一个是有拼音的，一个是只有汉字的，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好，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那就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Mandarin Corner。 我们下节课见咯，拜拜。